特别要跟所有爱好这个民族音乐国乐的朋友来介绍不可错过的一场演奏会也就是南部的两大民族管乐团那要在一起合演也就是台南民族管弦乐团以及高雄市的民族管弦乐团那可以说是南部的两大的民族管弦乐团首次要一起来合演那在这个礼拜五在我们台南市文化中心的演艺厅有首场的演出那在9月15号在高雄有第二场的一个演出那这个可以说是在台湾这个民族音乐国乐的一个盛事的哦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这一次也特别邀请到旅美的华裔的这个国乐的音乐家郭雅志老师他是吹唢呐的专家但是他很多的这个乐器啊吹奏的乐器他都非常的专业那大家可能不了解说唢呐是一个非常难度很高的乐器那如果唢呐可以吹得像西乐的萨克斯风你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演奏方式哦所以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古典传统的国乐的乐器但是却能够吹出很现代的一个音乐性的一个表演所以欢迎大家在这个礼拜五晚上一起到台南文化中心的音乐厅来享受一场秋天不一样的国乐的演出。